将信念化作决心，100天后一起超越更快的极限，100天后我们会一起追逐更高的风险，100天后用更强打破所有不可能。而这里不只有我们，从2008到2022，所有一心向梦的人都将团结一起，并肩同行，携手共进，一起向未来。我们相信，我们定能再次拥抱，再次呐喊，再一次为全力以赴喝彩。新奇剧，梦就绪，北京2022年冬奥会，100天后，让我们在北京相聚。